谢。也输哎，然后呢？哦，猫头鹰哎，哇，已经有圣诞气氛嘞，看一下。哇！现在冰城全部都用这一种。好像不太多。干的，它是干的吧？嗯 ，sauce 多才好吃啊！可是它的酸干给我们来干嘛？淋在上面。等一下你要的时候你才扎下去，我不想吃，放那个。咬吧。你咬你咬，拿过去吧。拿过去吧，不然等一下跌下来。嗯，你咬你咬你咬，我帮你拿过来。有 broccoli， 有哎，这是白的，那青的，那茶，这个甜豆，还有这个是 carrot， 很香哎，一拿起来它的味道，这个味道。然后你们觉得它的 pasta 如果是圆的会比较好吃，这个比较好吃。都不错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嗯，胡椒粉的味道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嗯，甜，甜，甜才甜。但我是觉得你如果加那酸酸干，但是它会比较有一点。嗯，有，你挤，我觉得挤比较好吃，你挤吧。我觉得没有鸡的话，它可能少一个味，它又不咸。嗯，你加，可是那个中指跟它捞起来。嗯。你不要弄到它出来，因为我吃到了，有一点胡椒的味道跟香椿的味道。加了酸干过后，它的味道就满去了。如果没有加的话，就觉得少一个味这样。粥先，哇，它的粥不是水水的，香香的味道，嗯，青豆泥的那个味道，这样子，是，有点像披萨的感觉。外层是托提拉来的，那个饼的托提拉，嗯，怎样好吃吗？里面味道感想？怎么多 ？cheese 呢？他讲有放 cheese 吗？怎么多呀 ？cheese 还好，嗯。有点像披萨的感觉，就看它形状都觉得像它披萨。披萨，你挤在这边就可以了。
我来，要压压大力一点。好像我你不能压压上面，要压压压压下面。你直接四十斤。这个通常都是用手吃，你们那几片是不是没有夹到这个东西？里面有炸都干，还好，这个没有什么特别。啊，我嘎度，再看，确实，它香菜会很重。它有菜干，因为它会湿，我觉得它会湿。对了 ，mix 到完，多梅香菜，还有什么东西？可是它的，它如果有多梅多酸，会更好吃。像啊，这个德里亚基烤什么烤栗的，看起来是应该是又是有香椿的，香椿味全部出来。我先咬，我还以为它整个都是 cauliflower 啊，原来还是有饭的吧？是有饭的，汤跟蔬菜。看这个，我是吃不下。看这个怎么弄，时间。哇，去皮来的，应该是豆包。嗯，确实是 cauliflower 的，那不是饭奶，那是它的汁。这是杏鲍菇来的。